小黄豆今天的状态好很多了啊，也没有拉，也没怎么吃东西，就给他喂了两块鸡胸肉，喝了点水。真的为了救他付出了不少啊。其实我最开始的目的就是到小白豆去世的那个地方，离这个小黄豆生活的那个地方有差不多接近1000公里吧，来回就是2000公里啊。我在那里啊待了20多天，光加油啊我就加了8次，八次油差不多一次是700多块钱，真的花了不少钱。而且那里的生活成本高，我自己不也得吃饭吗？你随便买个啥东西那些真的特别贵啊。我的目的真的就是特别可怜他，总觉得好多人从那里路过都没把他救出来，我离那里不是很远，我一定坚持把他救出来。四个狗我们一起骑在这个车上，小黄豆嘛，因为他老咬老叫啊，笼子都拆坏了一个，体链咬断了3根啊，他特别凶。我到了晚上从来没有睡过一个安稳的觉，虽然救了小黄豆给我带来了很多麻烦，但是我一点不后悔，因为我觉得他应该被救出来，他不应该在那里流浪，也只有我才能救他。大家都看过好多救狗的吧，有没有见过就是为了救一个狗开车那么远去，而且还能坚持那么多天，发誓一定要把他救出来，没有吧？我却做到了，我真的不是一个虚伪的人。我说实话，我现在真的每天都过得不开心，因为有了四个狗压力就大了，面对的人也多，每个人给我提一个意见，我真的不采纳别人的，别人要生气。我特别怀念我骑自行车的时候带着小保镖，真的一无所有，有时候连水都喝不上，但是我过得特别快乐，因为我不用看别人的脸色，也没有别人支持我，就是我一个人虽然穷，但是那种穷得快乐，穷得不卑微。现在我反而过得特别卑微，因为有人支持我，也意味着我要听别人的，真的，其实我真的很难的，但是没办法，不管有没有人支持我，我救了这几个狗狗，我一定会尽力的照顾好他们，这是我一定要做到的，因为我在那里把他们救出来真的不容易。如果说我对他们不好啥的，那我就没必要去救他们，我说的是真心话。